啊，才빠졌네요。네。很可惜没有打死，自杀也没有能够撞上去。这里转型出了一些 lurker， 但是数量很少，而且现在损失一些农民，又要再补一轮农民。然后这个第五个基地也没有放下，让地面兵爆得很慢。小太阳的这波机枪兵加隐飞的混合部队，然后还有科技球，面对你 lurker 加飞龙，显然是极占便宜的。哎，这里怎么一下就给撞爆了？哎呦，还有辐射呢，这你怎么玩啊？这沙本的飞龙操作，沙本哦，沙本又开始让对手了。哎呦，沙本你要摸清战场形势啊，你现在再让就输了。哎呦，他把房子都让给人家了，还刚才还让了一半的飞龙。我们看到这个在辐射的时候，沙本只拖走一半的飞龙离开这个辐射圈，剩下还有一半在里面，然后直接就 A 上去送给对手。沙本总是一见面就送礼啊，所以说这个韩国星际界最受欢迎的对手可能就是沙本了。啊，小 baby 这波威风八面的部队你怎么办？造几个口水可没用啊，或者也没有速度啊，这边只能被迫的口水加洛克进行防守了。这边幸好是有月光塔，这样洛克不怕被引飞白点。人家双方一见面又送了啊，这是真巧啊，又见面了，我再送你点东西吧。啊，上次送的还喜欢吗？直接当着沙本的面开三矿啊，小薇被打得太嚣张了。其实这场整场比赛打得都很嚣张，直接是裸双，然后还速重攻，正面就根本就不防守。裸双速接化，速接化把重攻扫别人脸上。啊，沙本又来送了。哎，这次沙本表示我这个飞龙太猛了，你就这么点精兵，我要送的话，我 A 你就被我吃光了。所以我还是走吧，这个送不掉，我去你家里送，你家里有防空塔，这送的爽。因为意外辐射解决了一个 Lurker， 啊，沙本又来了，师傅他又送了。你看他又送了，怎么没送回来了？哎，这一波，这个小太阳也是没有着急跟人家打。哎呀，这两颗气球。这个杰克球截得太漂亮了，但是沙本表示我不能占这种便宜，你的克球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对，这种时候再撞克球，这才能显出沙本真英雄，铁血真汉子。这沙本把队友让过去了。刚才不欺负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克球，现在还真爷们之间的较量。沙本的正面部队，小太阳的正面部队，来，沙本就喜欢这种时候撞科技球，这多爷们儿。一百来撒过，看到还是软的状态的这个 Lurker 应该是要 A 过来了。来了，这几把辐射啊，但是小太阳的三矿也是受到着一定的威胁。好，这里 Lurker 还是有的。哎，小 baby 的三矿这里来了，没有任何的防守，这样基地被迫要飘一下了。但是口水很多，基地很有可能可以打爆，这件事农民没办法修的。哎，这里黑球怎么是 hold 得住的呀？啊，小 baby 想送东西。啊，这个沙本非常的漂亮啊，一个中期的迂回战，打的小 baby 是特别的惨。哎呦，然后正面上面的话 ，baby 同学也无所建树，这里飞龙送了，沙本又送了。哎，这沙本你的 Lurker 往这儿埋干嘛呀？应该埋在右边啊。啊，沙本表示我不赶尽杀绝，我是念佛的。啊，给他留一条退路啊，做人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人一世风平浪静。小贝贝退了一步，果然海阔天空了。沙本一边在打星际，还在一边教小贝贝做人啊，因为对手比较的年轻。是一个作为一个小孩，你这个你与其去这个殴打他，不如是去教导他。小贝贝经过这场比赛一定是深深的学到上了一课啊，学到了很多知识。你看这边沙本那个中了辐射口水他都不拉走的，我佛慈悲，这个一人中辐射，全家遭灾啊，所有的口水都跟他共享着这把辐射。我们是兄弟啊，我们不能抛弃中了辐射的难兄难弟啊。에그상태에넣고있고요자전태양선수이런데잘지켜줘야됩니다그렇죠이런식으로컨트롤해야되고요샤벤샤벤这是一个武力威慑吗？
啊，果然起到了很好的一个威慑效果。咱们现在用口水加乐克的一个昂贵的兵种组合进行包夹。小 baby 这边既然没战斗力太猛了，这是什么攻防啊？刚刚没有注意到，这个口水完全打不过人家。口水一防，金阳兵是有一防，可能是两攻一防吧，一攻一防或者两攻一防那样子。傻本刚刚这波损失太惨重了，还把别人可以球都放跑了。口水打金阳兵就是一出悲剧，如果乐手无法输出的话，对于操作要求也是非常的高。不过因为傻本是没有基地，所以冲卵是比较的有限，也是就抱一抱这个的话，还能把钱花的比较干净。哎呀，这个 SK 攒了这么多的球啊，天哪，三级场爆黑球果然不是盖的呀。傻本的 Lucker 也不少，哎，这一波傻本不太好办，没有蝎子你正面不太好往里面攻，所以你这个如果不打的话，对方这么多黑球马上就要把你的 Lucker 部队给消耗光了。傻本也是在不断的迂回，但是，小太阳的农民他总是莫名其妙的出现在正面战场上，他总能够通过农民找到傻本的部队动向。啊，패스는되게잘써주네요전태양선수잘써주는데哎，海洋在扩张四矿，这边找不到什么机会，小 baby 把后面用地堡堵住了。正面部队的话，小 baby 也是停留在了一个很好的防守点。哦，动了，小 baby 部队往正面拉，这边沙本也是准备跟后方的一个后续部队汇合一下。이제서야모르겠네요이제서야하네요이제서야네네자열한시쪽도비어있으면안되는데요그냥又是一个农民，小 baby 是快速门，又一个农民，哎呦。这个家伙打星际正面不带农民，他不安心的，可能他随时想在沙本脸上拍基地，就怕到时候没农民，所以说这个你怎么着都带着。哎呦，这口水又来送了。哎呦，这你们看地上那一排口水的尸体啊，然后想到了以前吃的那个千层雪雪糕，差不多这种造型。哎呀 ，baby SK 部队压到了傻本的脸上啊！傻本的 Lucker 送到了小 baby 的腹地。真焦灼，真焦灼！这边傻本没 Lucker 了啊，气太少，变不起啊！口水拿命打，人家还有保护罩，人小 baby 耍赖呀！啊，终于有一个 Lucker 来了，一个 Lucker 不管用了，瞬间被秒！哎呀，这边傻本三矿要沦陷。这后面又是口水来救，没用，没用。哎，所以说小狗加乐克才是王道啊。傻本这场比赛送的确实有点多，这个但是最起码这个傻本在战略上是成功了，他教会了小 baby 怎么做人。好，还最后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小 baby 上了一课，劣势的时候不要 CJ 啊，赶紧的退出比赛，不要影响观众的情绪。傻本的这个无私的行为把他自己都感动了，擦了他眼角的泪水，希望小 baby 能够快快的茁壮成长啊。小 baby 这边赢了之后完全没有那种兴高采烈的表情，自己也是深深的被傻本这种精神所感染，慢慢的去消化了。有朝一日小 baby 如果能够夺得 OSL 的冠军，在采访的时候他一定会感谢父母，感谢国家，感谢教练，感谢傻本。那么这边 VV Fox 战队扳回一城，双方打成2-2。不过 SK 第一的话，好手如云呢，后面还多的是，我们根本就不着急，随时都可以再把这个比分扳回来。我们再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见。많았던것같은데어쨌든그중반까지끌고나가는능력까지는참좋았거든요하지만그피해가너무나도컸기때문에안타까운패배를해버렸습니다자이렇게돼서동점냈습니다역시두팀다시한번말씀드리자면두팀이지금까지만나서25번만나서13-12100세트치러서51-40